我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，跟平时的那个节目不太一样，这有点不像一个节目。嗯，古今对唱，传递力量。我觉得亮点就是团聚，因为永远都离不开这个节目的主题。汪苏泷唱的这首歌太团圆了，中秋感恩，一起给给。我会邀请我的团队来帮我设计热搜话题词。祝你平安，三十年，首次对唱，毛不易教孙悦唱《祝你平安》，怎么样？能上热搜吗？我想这个热搜话题词应该是无边。杨幂、刘景瑞，世纪最美，若把你。钟镇涛跟夏贝宁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致敬。毛晓彤好妹妹秋晚三美，毛晓彤好妹妹越听越好听。Zai 宝，又是一年温暖的中秋节吧。花好月圆，越唱最思念，最是那个醉人的醉，浪漫。我是可以讲节目的是吧？莫文蔚、李荣浩合唱《慢慢喜欢你》，曲水流觞，原创和原唱首次同台，经典重现。吉友俊唱得真好，这我可设置不来。觉得网友们的脑洞一定是非常的大的，所以这一个就交给广大的网友们去冲。